关怀受刑人，嘉义县鹿草监狱受刑人关怀协会日前在汕头糖厂召开会员大会，除了讨论年度工作方向，会中竟特别安排会员沿着破竹溪长横自行车道来骑自行车，以健康正面的方式鼓励受刑人自力更生，积极面对未来的生活。由六卡乡长吴金盛、鹿草乡长林茂辉领军，嘉义县鹿草监狱受刑人关怀协会年度会员大会，今年都特别安排相当健康的自行车骑行活动，对汕头糖厂出发，沿着破竹溪自行车道前进，透过健康绿化的方式，鼓励民众斗阵加入关怀受刑人的行列。甘肃关怀协会，这个是伫三冬前吼，由咱鹿草乡长林茂辉来发起的，啊来成立关怀。咱这个监狱啊，甲看守所吼，一挂迄个受刑人，当然受刑人吼犯错，必定爱接受着伊应该有的处分，但是往往去失去着这个家庭的温暖，啊，甲社会的关怀，啊，所以讲由咱这边吼，伊个有志一同的人，啊，共同来做入一个迄个诊所的关怀社会，啊，借着阮小小的力量吼，啊，到监狱间关心间了解一下，啊，看下当讲吼。让他们有一些鼓励，早日让他们找到这个重新改革自己，这个改革自身的机会。嘉义县鹿草监狱受刑人关怀协会是由鹿草乡长林茂辉发起筹备，透过无定期举办活动，关怀受刑人在收容期间的生活，并希望借此让受刑人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关怀，在出狱了后会当自力更生，重新进入社会，积极正面面对未来的生活。最新新闻，中国兵王小三六卡乡采访报道。